大家早上好，我喝了嘞。今天就是那天7月7号，我在那个Super Sales 那天的那个黑洞跟阿里啊，是男人圣品。大家早上好啊，严轩早安。OK，大家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应该声音那方面还大家还觉得好吗？如果觉得 OK 的话，麻烦打个一号给我，打个一号，这样我知道这个麦是没有问题，然后大家都可以交流。OK，今天是又是7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了。OK，morning 樱桃牛婷早安，来用早。OK，今天很荣幸的有请到了一个中药调理达人啊，Manfred，等一下我会大概10点45分的时候会邀请他上来，然后他会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那个养生的一些叫做文案或者养生的一些方法。他也是很紧张啊，第一次来，我凡事都有第一次啊。OK，然后其实有一个消息这样 remind 大家一下啦，因为我刚刚今天早上在新闻那边看到的，也就是说那个 Haze 又是我们的邻国啊送来的一个好礼物啊，烟霾又要来袭了。但是怎么说，也我们只能坐以待毙，我们只能从我们自己这边出发啦。所以大家要对自己的叫做，尤其是呼吸系统那方面，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黑市会让那个新冠疫情呢会更加爆发，尤其是老人家和小孩，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没办法啊，既来之则安之，我们要想好这样保护好自己了。OK，然后就是说，很感谢大家上个星期，由于我们的那个叫做什么促销，我那个东咖喱都得到很不错的一个反应。谢谢大家的支持。所以如果下次再有什么促销的话，大家也是多多支持。然后希望你们收到那个所谓的东咖阿里喝得好的话，大家可以这样给个 feedback 给我们知道。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如果有什么要更改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去更改。其实在这方面来说，我们怎么说？我们的公司叫做南洋梦工坊。为什么会用南洋梦工坊？就是因为我们南洋梦有南洋有属于有一个梦在南洋的所谓的宝物，我们尽量的话把它推广去给我的周遭的朋友顾客们，让他们也能享受到那南洋所谓的各式各样的那个宝物，大家可以共享啦。然后就是再介绍再继续说，就是说今天请到的那个 Manfred，他是属于叫做中药调理大人。这样，什么是叫做养生？养生就是说不是马上见效的。如果是马上见效的那个叫做技术，这样一次就见效的那个叫技术。这样如果吃一天，这样你把那个药物或者是那个食品吃下去，当天可以一天里面可以见效那个叫做抗生素。然后如果是吃了几天就没有痛了的，尤其是西药。那个就是叫药物，这样什么是养生？养生就是说你需要的东西是没有副作用的，然后你要需要是坚持去3个月，或者是坚持半年，或者是一年然后达到了这个养生的效果，会让你少去医院，也让你少生病。这样调理身体需要多久？我们可以说这样，你调理身体的那个叫做时间段，这大概是3到6个月。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脂肪的细胞要90天才可以更新一次，然后血液的细胞呢，就要120天来更新一次，然后其他的好像肝脏啊，我们内脏的细胞啊，肝脏细胞呢，就要180天才可以更新一次，其他的好像我们如果是我们整个我们人体，整个 body 的那个叫做免疫系统呢，叫一年，整整一年才能更新一次。所以说，我们吃燕窝或者吃其他的中药
调理的那些补品，冬瓜阿利也好，还是说其他的那个八珍汤也好，我们是需要时间去调理的，去养生的，而不是讲你喝了，今天喝了马上见效。如果他可以告诉你讲今天喝了马上见效的话，你自己就要考虑一下它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养生的一些见解啦。这样怎么说？其他的好像我们公司的就是养生这样燕窝，燕窝是对那个肺是很有功效的。然后好像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今天呢？这个 OK，大家看得到吗？这个是我们的免浸泡预洗免浸泡，大家可以看到有点带条的，有点条状的燕窝。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origin 呢，从那个原汁原味叫做原生态的燕窝那边叫做 produce 出来的啦。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会炖煮，然后给大家今天我们吃什么啊？特别一点，今天我们吃那个燕窝蛋挞，但是燕窝还是从我们这边来的。来，小助理帮忙一下，谢谢。那大家看一看，我学那个 screen 一下。好像我想，所讲的一样，这样把那个水放好，水是240个 ml，140个 ml。不是240，140，对，但是你讲那个为什么它的泡的问题哦，应该是那个开了盖的问题。这次我不要开盖，让它的那个燕窝的味道会比较出来。他这样把这个啊，把我们的那个燕窝直接倒下去。下子啊。OK，那看到蛋挞已经准备好了。蛋挞不是我们做的啦，蛋挞是我们外面买回来的。这样下次我会把那个叫做燕窝蛋挞的，我去网站去寻那个叫做蛋挞的做法，能做啊，这样做出一个燕窝蛋挞给家里的小孩子、老人家吃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对，我们看有谁在线啊？OK，早安，维尼早安，人间早安，Kenneth，morning，Kenneth，谢谢你的支持。大家看到都打到这个一号，对我的那个声量应该是大家还听得还清楚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OK，看到啊，Manfred 已经在调着他的镜头了，等一下我会把他邀请上来。就是讲，只是把我们的燕窝就这样子放进那个140，其实是140个 ml 啦，然后放进去，然后叫我们调着，因为我们今天是做那个燕窝蛋挞。我们会把那个水分放少一点，然后会把它煮得比较浓缩一点。然后等一下我会叫我呢，当它好了，我会叫我的小助理把那个燕窝这样放在那个蛋挞给大家看一看OK，然后就再讲回今天我们要讲的我们的公司还是一样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公司没有其他的账号，如果你们要买的。就是直接上去我们的那个微商城去那边买，直接去那边点击，直接去那边付款，没有讲进什么私人入口的，大家要注意一点因为什么网站实在是太多，叫做所谓的太多的那种诈骗案了，我们也不想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先讲好过怎么说，讲明天好过讲，等下有事情发生再就太迟了。然后，如果大家今天我们主要讲的就是讲关于到以中药养生这一个题材，如果大家觉得这个题材会对你们的朋友或者对你们有会带来有一点知识的增加你们的知识，你们把我的这个 live share 出去，让大家你的朋友们也可以叫做怎么说可以。一起来讲吸收新的那个叫做资讯，OK。我看Manfred 应该是好了的啦，好了，我就邀请他进来的了。那稍等，我就把那个杆子关掉他先。Morning, Manfred，听到吗？Hello，Hello，听到吗？你听到吗？我听到你。
这样子啊，你讲一讲话，能不能听到吗？你有听到你我的听到声音吗？吗？我你有的听麦到你的有声开音。吗？你这样你啊？的麦有没有开？有啊有啊，有听到吗？哎，有开呀、啊，但是为什么没有声音？我又这少样。做了一件东西，没有这个麦了。OK，一下子啊。你听到吗？OK，我听到了，听到了，没有，听你到听了。到我声音吗？这样现在变成你听到我的声音吗？有。OK，好，可以，因为刚才我少许的技术上因为 interview 要用你其他的那个叫做连接，我们有点什么了。OK，好，这样子我们就把时间暂时交给 Manfred 下，Manfred 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就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然后今天可以带到什么知识给我们，来，你介绍一下自己。啊，你好，我是 Manfred，我从事中药行业已经有差不多整10年了。然后我之前呢，一开始呢是在新加坡中药行学习了，回来马来西亚就创办了我的凉茶的事业，然后慢慢做了，然后成绩也不错。所以现在呢，我开始有在研发别的产品，如八珍饮这样的保健的产品咯。没有了简单嘛，，OK，其实 Manfred 呢是我们我相信在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几年前，大概5、6年前，Manfred 是我们的凉茶小王子，对吗？啊，凉茶王，凉茶王哦，不是小王子啊，凉茶王子啊。凉茶然后王。你就在也是有接受过电视台的访问，有关于到那个你的这个事业，对吗？啊，对。对，OK，这样你的那个所谓的凉茶这个调理这方面，你现在其实还有在做这个生意，然后你的所谓你都是批发去那些大概是戈崩啊，或者是巴生这些 area 的那些叫做中药馆，是吗？啊，是的，是的，还有一些那种 restaurant 呀，哦，restaurant 都有啦。还 OK，这有。样你其实现在你的凉茶到底会有多少种类呢？我想问一下。哦，我现在只有一种罢了，就是别说清热降火的黑茶。OK，就是那天呢，前两天你给我喝的那种啦。啊，对。其实前两天你给我喝那种，我感觉上是真的是很顺喉，因为有些如果是外面买到的那些凉茶，有时喝下去会觉得，这口有很多啊，这样喉咙那方面会有很多痰这样子的，但是你的那天给我喝的嘞是不会，真的是不会，很不错，真的是很不错。记得下次再来，因为我们是用，再多一点来。可以啊，可以啊，没有问题。没问题啊。你是用什么？那个是用什么材料来做的嘞？我才知道。哦，那个呢，我们是纯草药的，然后我们里面有6种的药材，有菊花、夏枯草、寄生、熟地，还有普洱，还有甘草，在里面熬制而成的。像这个凉茶的最主要的功效是什么？它最主要功效是清热降火，但是有些人呢，他喝凉茶他会有一点寒呐，所以我们里面是经过特别的调配，然后里面放了熟地，是中和了它的那个寒，抵消了它的寒的一个调方，所以它是凉而不寒哦，所以你喝了之后也不会有那种脚痛啊，过于寒的情况。OK，这些是你自己，这样以前讲以你的那个叫做去学到去新加坡学到的那个知识，然后回来讲自己调配出来的嘛，对吗？啊，是的，是的，不是是的，祖传的啦，是你自己调配出来的啊，不是，啦。对，OK，好，这样其实我们也是南洋木工坊，我们这边有跟那个 Manfred 也是有交流过。是关于讲，也要求 Manfred，因为他是属于叫做中药调理达人嘛，这样他会把那个尽量把那个关于中药的有哪一些中药可以把那个燕窝一起配搭出来，导致把那个功效提高的，Manfred 也会以后讲一一的让我们知道，然后我们也尽量把这个所谓的调理的方面，调理的那个叫做药方。
放在那个我们的燕窝，然后推出给大家。所以这个是免费答应过我们做的东西啦。所以到时你就在等你的好消息。可以可以，没问题。OK， 好好。OK， 所以听众都。听众们，大家这样暂时到现在大家都可以听到我和 Manfred 的声音了哈。这样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打上这个二号；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这样我跟 Manfred 会继续再讲关于今天的那个课题了。OK， so Manfred， 好像我所讲的养生是需要时间的，而不是讲马上见效的。这样你可以大概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养生吗？以你的中药那方面的知识去看养生，你可以大概是讲一下什么是养生吗？ OK， 养生呢，它的定义呢，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各种的方法来养生我们的，好像增强我们的体质，预防疾病，还是年年益寿都可以。很多人呢，他会通过好像早睡早起啊，做运动啊，其实它也是一个养生的方法，只是说有的我们在里面呢会通养心，好像我们中医里面的角度有养心、养身还有养气。养心呢就是调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养身呢就好像我们的饮食、休息或者运动，养气呢就是补我们的中气，还有我们的那种呼吸的方法都有很多。因为现在的社会呢，很多人都受了社会的影响，就好像环境啊、工作压力啊什么呢，他们的身体的状况呢也不太好，然后还有很多也是没有时间运动，还有吃的东西都不是很规律又很健康，然后缺乏运动、缺乏休息，所以很多人呢他就会通过好像在食疗方面去做养生。所以养生呢，我们可以最好呢是有多方面的配合啦，如果可以的话啦。你后面那个可以的话加到他那个语气很重一下，是可以的话，这样也是看自己的一技之力，对吗？不是了，是因为我们工作有时候太繁忙了，很多人也没有时间去做调好像去做调理跟保健。对对对对，尤其是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你说。好，没关系，你说。没有，我是想看到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啊，他们都是好像很习惯讲 OK， 早上起来去做工过后，然后放工的时候就拿一个背包就跑去做那个叫做有氧运动操啊，去那些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健身房，去健身房就做那有氧运动健身操啊，或者是做那个 gyms 啊那些啦，那个是属于叫做好像你刚才所讲是应该是叫做养生，身体的生，对吗？啊，是的，他们是养生， okay， 那个养生呢，你说可以，没问题。啊，所以其实好像很多人他们都有做运动，然后有做有氧，那个是养生，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叫做好像我们中医角度的，就是养心，就是补我们的五脏六腑，还有调理我们的身体。因为有很多人，好像我们现在的社会人士，可能去每个人啊，他每个人的体质，去到二十五六岁，我们的体质就开始慢慢的衰退。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运动什么去保养它，还是改善它。但是他们有时候会忽略了我们里面的内脏调理的保养，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对对对。好像他们如果他们去做运动，就讲他们的叫做心血液循环快，这个也是可以达到就是养生身体的生。但刚刚好像 Manfred 所讲的，往往忽略到的就是养心，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像这五脏六腑这样是属于包括我们的生理上啊，然后我们活动上，然后还有人体精神上的那个叫做养生法。
像好像你的心身、你的心情，好像我们的思维，我们也是要在属于叫做，好像我们一直讲的，要正能量，要 be positive， 这样属于讲，我们才会觉得不要每天想做自己不好的东西。我们讲人不死，精神上都给他磨练死的，对吗？啊，对。OK， 然后这样，你刚才有讲，好像我们在中医的角度。OK， 你讲，可以没问题。没有没有，你说。没有，因为是不是网络的问题啊 ，delay 啊，有时候会 pick 到。可以，你讲，你听得到吗？还可以吗？哦，好，是。可以，你可以继续，没问题啊。可以，是，还是有一点。OK。网络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其实呢，可以。在我们中医的角度里面啦，就是很多人现在都有气血不足，就是血气虚或血虚的那个症状，尤其是女生有很多。其实我们在中医的角度里面，只要女性如果她怎样去 make up 打扮都好，她们只有养于内才能美于外这个说法的。对。对的，是的，对的。就好像如果他们有定期养生，就好像一礼拜吃一个燕窝，然后们有调理有保养的话，他们的脸色跟起来他们会看得不一样，他们会比较红润，然后他们的那个里面的五脏六腑，好像燕窝可以帮他们补肺。对。对，他们的技能会比相同的年龄都来得好。对，尤其是现在那个新冠疫情啊，这样最主要它是 attack， 就是 attack 我们的肺部嘛。这个、新冠疫情，所以是养肺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然后讲好像，其实好像我们看到现在很多那些女性，她们都不敢叫做素颜。他们很多都想把那个 makeup 啊，这样补粉啊，擦到比较红润啊。但这些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属于叫做外表的看起来的健康，而不是内在的健康。像所以好像如果讲内在的健康，我们要以如果以中医，好像以你的那个角度来看，像第二讲女性，尤其是女性方面，像他们如果他们身体比较差的话，或者讲比较没有这样好的话，他们有什么方法？这样有什么属于叫做有什么的方式可以去这样调理吗？除了就好像你所谓的你的那个八珍汤，我相信也是一个不错的，你可以解释一下关于的这样分析一下关于你的八珍汤的那个有时候可以带为女性们带来什么好处吗？哦，可以，就好像我跟你讲了，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误解了。只要我们喝就是说好像一两个月就调补一两次，其实是就好像很足够，其实不是。其实我们养生呢就好像浇花的那个道理一样，我们要给身体呢慢慢的吸收，它不会是说你今天你煮多喝它就补了一个月的事情，没有这个，这是没有帮助还有没有效果的。然后其实好像你讲养生调理是需要持续的改善的度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以中药来调理的话，是需要你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慢慢给它持续的吸收，在我们身体得以改善，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才会慢慢的改善起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呢，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我有了一个想法。很多人现在 ，sorry， 因为没有你的卡啊，说你的网速好像有点卡，就不用紧张啊，可以再继续，没问题，我们再慢慢来，没问题。可以吗？可以，还可以呀、啊。听到吗 ？OK， 这样我问一下，大家这样听众们这样 OK， 大家有在线的
OK，如果人的话，帮我们打声一个招呼，然后讲关于那个 member，因为他的线路，我觉得像不懂是他还是我啦，这样这个的线路会有一点卡。这样如果大家有在线的话，跟我们打个招呼，也让member 知道大家也在线上，然后可以这样交流一下。至于关于那个有关于要中医这方面的东西，这样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打上来，把你们的问题打上来。让他们免费，如果那方面他能解决的，就帮他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啦。所、so, 以，OK，我们再继续叫免费，麻烦可以讲 continue 讲关于你的那个调理，女性调理那方面，尤其是讲好像所讲的，我们养生就想种花、浇花这样子，或者种菜，要细心，要长，要有一段时间的，而不是想今天种马上就看到的。OK，哎，免费再继续讲一下关于你的。分析啊，这样分享一下关于你的那个八珍汤的对女性的那个叫做滋补有什么帮助啊？来继续一下，好不好？啊，好的，就是我好，就刚才我说，比如的嘛，其实女生呢，她们的子宫呢，就是她们的第二个心脏啊。对。如果她们衰老的迹象是从开始25岁，她们如果没有保养的话，她们子宫不好保养，她会越来越有问题，就好像她们会面对了月经不顺、体质变弱，或者是荷尔蒙失调而造成肥胖啊、脱发啊，还是脸色会没有这样好看。嗯，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说，其实女生的子宫是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可以带动我们整身体的变化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他已经忽略了这一点。嗯，所以我们呢，还有其实我们公司呢出了一个最新的这个我们的霸占椅，就是这个。看到吗？这个，有看这到个呢，看它到，的好处呢是简单，对，简单方便，然后它只需要你拿出来一包，然后放在热水里，如果你想喝热饮的话，放在一碗的热水里面，只是浸泡1分钟，你就可以拿起来捡了就喝了，就是比较现在人没有时间嘛，如果你要。很多女性，她们兼顾了，又要做事业女性，又是妈妈，又是人家的老婆，她们很多时间已经付出了，但是没有时间去为自己保养自己，而忽略了自己，所以也没有时间去这种调理养生的，我们讲食材啦，来喝啦，对不对？那种汤料，所以我们呢就觉得。是可以解决很多没有时间、不会煮，还有不知道要多少分量的人，研发出来的。因为我们呢，经过那种医师、专业的中医师而调出来，它是补而不燥。然后呢，even though 你每天一包。还是1个礼拜3包，你也不会发热起，因为我们是以适合大码女性的体质而研发的产品。OK，然后呢，我们呢，这个呢，它的纸袋呢，我们还是有官方认证，你们可以安心服用的。它是有一个官方的认证，它这个呢，可以在120度高温之下也不会产生变化或影响它里面的品质的一个material 的纸袋，所以我们是把你们带了给你们很多方便，想要调养而没有时间的女性可以考虑的一个，然后我们是有 Mesty 有 GMP 的工厂。而制造，所以它是安全卫生而健康饮用的一保健饮品。OK，OK，就像好像因为就好像你，我说嘛，我们保养，sorry，
啊，没有没有，有可能卡了。你继就续我刚继续，才没问讲题嘛，啊。我们调理跟养生呢是需要，哦，就是我们调理跟养生呢是需要持续，就是说好像浇花这样，给我们的身体一个礼拜有2至3次的进补，而不是一个礼拜喝多多的进补。因为其实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是不会有没有帮助和没有效果，因为我们的身体不会因为我们给它多而吸收得多，就好像如果我们煮一大锅喝下去，今天你觉得胃会发热气的原理，因为我们的身体你给它已经过多了，而有点负担带来的负担，所以它已经呈现在你自己的身体，就好像发热气呀、喉咙痛。的一个原理，所以呢，我们就会从较中医的角度，就适合一个礼拜进补2至3次的一个分量，给至于适合大码女性的人去调理他们的身体，调理他们的子宫，而改善他们的身体。你的网络会有一点卡，你的网络，OK，不用紧张，我相信大家也是还可以吸收到那个你所呈现的那个资讯啊。像我想问一下，你的这个八珍饮这样一盒，据我所知道是一盒是有5包，对吗？在这个5包里面，你的建议的叫做食用量是多少呢？啊，如果好像一个星期要吃多少包啊，这样子。啊，什么？不好意思，听不到。哦，意思是说你的，因为你的跟那不个好意八思，珍我听饮，不到。你的八珍饮是一盒是有5包的，对吧？然后讲你建议讲他们的服用量、食用量在一个星期，在对。这个5包要怎样去食啊、呃、吃法是最好的，会达到更好的功效呢？哦啊，一定的啊。，OK，我们建议呢，你是早上睡醒空腹喝。如果你有胃病还是胃不是很舒适的人，你可以吃了一点东西才喝，那个是可以很好的效果。然后你一个，我们建议你呢是喝3天，然后月经期间呢就第4天开始喝，因为其实我们的八珍里面有一个成分是当归嘛，当归它是可以活血、活淤血的一个作用。有的女生呢，她来月经的时候，她的那个月经不会来得很紧，所以我们就建议她说，可能第4天她们就可以开始喝，而达到帮她们排更干净的，给一个健康的子宫给她。然后呢，由于我们的那个八珍饮里面是有当归的成分，所以我是建议那种怀孕的女生，就说她怀孕了有差不多的有怀孕呢，就只喝八珍，因为它会有一个活血的功能嘛。然后如果你坐月子的话，我们就会建议你第3个星期后，你就可以用这种调理的，好像我们的八珍饮啊，还是别的东西，去补回你之前流失的气啊，还有你的血啊，什么带动回你的身体，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产过后的一个调理的方法。OK，了解了解，有这样，但是因为有可能是网络比较卡的话，不用紧啊。下次没份，你把你的那个叫做调理的那个建议的调理，好像你所说的，像女性平时的时候要应该怎样去那个饮用你的八珍，然后在月经来的时候或者到3天过后的时候要怎样饮用法，还有就讲那个刚刚生育的过后的那个妇女们。要怎样引用法？你大概如果到时你给我们再知道一下，我把这个东西给讲，再大家给 share 清楚share 出去，给大家更清楚一下。因为刚才那个网络会比较有一点卡啦，对，不要紧。说其实你的那个八珍饮是很方便的，
好像我之前我的like 也是讲了，就是那个一包，那个一个小包，看你手上拿的那个一小包，然后我们直接这样可以倒热水，倒热水这样大概浸泡1分钟就，然后拿出来，剪掉，倒出来就喝掉，就是这样简单。OK，这其实是很方便，很方便的。这样 OK，我想问一下，在线的朋友们，大家有听到吗？OK，海宝早安，海宝。将那个樱桃牛听，Hello，OK，八珍汤只有女生可以喝吗？能缓解经痛吗？OK，没事，你我不懂你那边看得到我们的这个留言吗？他这个叫做我们的那个网民们，他们有问到这个问题，他讲八珍汤只是给女生喝罢了吗？男生可以不可以喝？然后讲这个八珍汤能不能叫做缓解？经痛，尤其是女性，我相信现在很多女性她们都面对这个经痛的问题啦。尤其是讲她们，每次要月经来的时候就会痛上一天或者是2天，完全就是一种折磨啦。这样你的八珍汤能帮助到这些朋友们吗？怎样？没听到吗？哦，好，其实呢，我们的八珍饮呢，听到，所以我 OK 其实我们的八珍饮呢是主要是针对女性的，但是如果男生要喝也可以，只是我可以建议他可能一个礼拜喝一包，提升我们的精神因为其实八珍里面呢，我们有一些材料，一些的药材呢，它是可以提升精神，改善你的免疫力、新陈代谢，草的中药在里面。所以呢，我可以说，如果男生他气虚，对不对？然后我可以 OK，建议他，就是可能一个礼拜喝1包还是2包，而改善他们的体质。至于刚才网民所问的问题，就是说有时候他们会有经痛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子宫开始有点不健康了，就是不顺，还是人家所谓的就是冷宫。所以呢，我们的八珍饮呢是可以通过它去改善他们的身体，而减少慢慢的减少他们的经痛。OK，有了解，因就是说为如你果我刚才跟你你的说，你喝了一些。可以吗？听到吗？因为有点卡。很卡一下，哈哈。OK，就刚才你所讲的这样，OK，第一就讲八珍汤，男生也是适合喝，只是讲建议讲一个星期喝一次，因为中药里面你的八珍饮那边。的中药也是有一种属于适合讲增加人家我们的不是讲男性啊，人的气魄，人的那个叫做气息，但是讲男性就建议是讲一个星期喝一包就好了，对吧？然后就讲关于那个，如果女性来月经的时候她会痛，她的那个会有经痛的那种感觉呢，就是她们的子宫是也情况是有一点没有这么好了。这样要慢慢给调理回，这样一旦调理回好了，这样他们就不会再面对这个经痛的问题。刚才你所表达的就是这些东西，对吗？是的，就是他要需要慢慢都要需要调理，因为他其实就是我们已经给他一个 signal 了，他需要去照顾他的身体，就是经痛，就是给他一个 signal，因为大多数经痛的人呢，他有那种冷的迹象，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他的。就是我们要把喝了八珍进来，给他暖宫，给他慢慢的调理为一个健康的子宫。OK，了解，这样 OK，好像你讲我们是今天是讲关可于以那吗？个中啊，可以听到，这样今天我们讲的，如果好像你所讲的，好像你的你所谓的。养生，既然这样，叫做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养生，这样我们要如何去养生啊？这个问题，你可以讲大概是要怎样去可以这样
串解一下这个如何去养生嘛？能听到吗？不好意啊思，我听不是很清楚，有点卡。，OK，没问题，没问题，就 OK，听不清楚，因为有点卡这个网站。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So OK，这样就因为我相信是网络上的问题啦。这样我们再问多你最后一个问题讲，如果好像你既然讲养生是那么重要的话，我们要如何去养生？听得到吗？如何去养生？听得到吗？不好意思，没事，但哦，听不到啊。我真的卡，很卡，我真的是 OK，是听不这样不要到。紧了，这样既然这样啊，对，网因为络这太样卡了，不给这边力啊，没问可能题，我没的问网题，线不好吧。哈哈，可以，没问题。这样既然这样那个网络这样卡，让我们今天也是很谢谢 Manfred 你上来讲我们的节目，分享一下你的那个关于重要的一些的知识，也谢谢你的参与。So 今天也我相信如果不用紧，如果想我们的 follower。如果还有对关于这个中药方面那个养生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可以陆陆续续把你们的问题打上来。这样如果等一下我们如果 Manfred 这样子等一下不在这个线上的时候，我们线下我会去找他，这样跟他把大家的问题问一问他，然后 Manfred 尽量讲给答叫做把他的见解给我们知道，然后我会。给你们知道那个你们要知道的那个问题咯。OK，Manfred，很不好意思，因为今天的网线真的是太卡了。我就讲今天就到此为止，谢谢你的参与，也谢谢你的宝贵的时间，这样跟我们分享关于那个中药养生的这个可以，没问平题。台。OK，这样下次如果还有机会，我会再邀请你上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谢谢你。可能我这边是很 OK，卡，我听不到你对，说。没问题就下次我们就直接再见啦。OK，好，谢谢你。OK，拜拜。拜。OK，我们真的是很谢谢Manfred 刚才抽出他的宝贵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中药调理这一方面的知识。这样也可能因为网速的问题，导致大家也是，怎么说？卡网卡一下。如果大家有听到有什么不了解的，大家有听到有什么像关于养生这方面有什么疑问的话，大家都可以继续打上来让我知道，然后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尽量帮大家去问一下 Manfred。让 Manfred 给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OK，这样我的那个今天的燕窝已经煮好了，OK，我跟大家 share 一下，OK，就让我的小叫做小小助手，叫做怎样说，OK，弄一下，看到没有啊？这个我们煮的这次会比较浓一点，就比较没有这样水，因为我们是要放在那个蛋挞的，这样它就让小助手表演一下，然后去把它放在蛋挞上。可以吗？可以吗？OK，拿出来，OK，这个蛋挞嘞，这蛋挞嘞，是我们买遍的啦，因为真的是没有时间，我不是开那个 bakery 的那个课程，这样最重要讲，蛋挞配这个燕窝吃的话。是这样他们的味道是配得很不错的，大家可以讲讲看啊，这你看到吗？大家，它可以让大家这样把那个蛋挞那个燕窝放在蛋挞上面啊，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滋味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这个都一直浓浓的，我们还有这样多像我，其实我们这个一包。如果是大家要的话，可以放在那个六粒的蛋挞都是没有问题的。好，可以，谢谢你小助手啊，可以看到没有？OK，大家有流口水吗？有流口水的话，来，大家打个三号给我大家如果很想吃的话，大家打个三号给我，好不好？谢谢大家。OK，
再讲一讲，其实养生是好像我们讲每天提倡的，就是讲每天至少要有3天的运动，然后有3天的那个至少每一天都要有一个至少半小时的运动，这样给我们活血，然后给我们那个叫做有氧，增加我们的氧气。瑜伽练瑜伽也是好，但是这个都是体型体外的。像如果体内的话，就是要用以那个养生。我不是讲西药不好，西药它是属于叫做它通常你去看西药西医的时候，西医会告诉给你什么？就是给你生病啊，吃抗生素啦；你头痛啊，吃头痛药啦；你脚痛啊，这叫做止痛药啦。或者是这样，怎么说？就讲会属于叫做。头痛就医头，脚痛就医脚，而我们中药这个领域真的是属于叫做叫做很深奥了。像他们这样多年几千年的这个历史，像我们讲这个中药会让我们达到的就是全身的养生，好像我们所谓的吃燕窝，那是补肺吗？不是，燕窝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燕窝酸。而且它是可以促进脑的激素降生啊增长，使我们的脑的细胞会有生长。然而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不是讲今天吃的，明天就见效，它是属于一种养生的方面。这样属于说，你在这个养生方面，你要的东西是讲要慢慢的去吃，好像我们所提建的，就是讲我们的一盒，你看，就是。是我们的包装，这样一盒，在这个一盒里面有八包的，这样你要怎样吃法？其实这个我们卖的是讲388，你说它贵也不是贵，这个是可以吃一个月的，就讲你388，你除以这样属于8次的话啦，843就在40多块，40多块你这样可以吃一餐这样补一次，这样你这个可以吃一个月。像在这一个月里面，你可以的，好像你吃其他的保健品啊，其他的有些是可以过千，可以过几百的都有的啊。这个是属于讲，其实燕窝是一个很不错的，可以你可以考虑的一个养生的方法。然后讲你不要去属于叫做细胞啊，我们的那个脂肪细胞，好像我刚才我所分析的，这样脂肪细胞是90天。才可以更新一次。像你要减肥来说，我们说了第一个星期，通常我们讲，如果在开始运动啊，或者开始要做某一天要把自己养成一个习惯呢，就是21天就可以达到你的这个习惯。第七天是属于你的叫做惰性开始，像你第刚开始的第七天呢是很辛苦的。像比如说你开始做一个每天去跑步。在你跑了7天过后，你就开始会比较慢慢的去适应了，然后去再多哎啊多一个7天呢，这样你会开始觉得哎已经有进步了，人就会开始叫做惰性，开始懒惰了，觉得哎都已经什么了，然后应该是有效了，其实不是，你要再坚持多一个星期，这样总共3个星期就是21天过后，那个就是养成你的一种习惯了，这样你一种习惯的话，你这样你再继续做的话。继续continue 这样每天这样去跑步啊，然后或者吃你的保健品啊，你吃下去，你就肯定会见到它的功效了。有些人问我，燕窝是不是吃了我马上就会美呀，马上见效啊？其实如果那个人其他人可以讲是的，真的，那你自己要去分析，没有对错，我也不敢讲他有跟他以在他的。它的产品上面有加了什么加了什么其他的材料，我是不清楚啦。但是他讲的，如果他既然讲得出的话，你就问他到底是为什么他的那个叫做产品会这么的powerful，会这么的降见效呢？然后你们大家要以你们的智慧，你们的自己的叫做信念去想，为什么他的会这样特别，而其他的人就没有。这个是大家很需要去注意一下的东西啦。OK，那这个，那今天我的小助手，今天我们吃的是燕窝蛋挞。
知道吗？很多人流口水啊。OK，好，Francis 找 Francis 啊，还把我，谢谢啊，流口水啊，看到吗？燕窝，燕窝蛋挞。OK，其实这个时候哇，差点跑出来。这个蛋挞来说，就是普通的啦，没有什么特别。但是讲它加上了这个燕窝，它在外面都卖到市场都卖得蛮贵一下的。OK，其实在你们在我的那个WeShop 那边，你们讲我们的那个商城那边。大家你们都可以看到，讲我在我的商城那边，如果大家有进去看的话，都可以看到你们有那个叫做一个食谱在那边。食谱方面也有，里面有已经叫做理整了出一套，讲你要如何去炖燕窝，这样把那个燕窝的那个功效尽量的发挥出来，然后怎样去炖那个燕窝才可以吃到更有功效，大家可以吃到会有另外一种叫做滋味。我们有一个叫做。滋补篇，我们有一个叫做养生篇。OK，那这样关于那个刚才 Manfred 他上来分享的关于那个八珍汤，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微商城那边也可以买得到的。你们也可以讲，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样那个我们也尽量把那些有关于到这个八珍汤的那个叫做知识或者它的那个资料，我们也尽量发进我们的那个微商城，这样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没有问题。OK，然后再接上讲，下一期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他讲他是属于做那个叫做怎样说呢？那个 hand sanitizer，或者是帮你的 office 可以消毒的那些叫做消毒液，他也是在做从事这些行业的啦。然后他的行业是真的是属于叫做。很天然的，它是属于它是用那种叫做醋，用醋调出来的，而不是用那种化学药品的。所以我会大家到时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而且他是有给我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说到时大家如果是把你们的资料只是填上来，然后他就会送出那个一罐的那个属于叫 hand sanitizer 给大家。这个我还会跟他跟进一下，然后我看怎样去安排一下，然后把这个福利也带给大家。像今天也是很谢谢大家的时间，然后也谢谢大家今天给我的支持，然后这个燕窝蛋挞，看到吗？我就要开始吃了。那口口里面的全部都是那个燕窝，像那个燕窝那方面，它有一点带一点温温的。如果你的蛋挞也是刚刚做出来，稍稍的吃，是一个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很好的感觉。就我看今天的直播也到了，也差不多到时间了，也谢谢大家的支持，也谢谢大家上个星期对我们的那个促销的支持购买。如果大家吃的在产品上，在那个。其他的关于有什么疑问的话，有什么需要我这边可以帮大家解答的，大家都可以把你们的问题怎么说，打上来给我知道，给我知道一下。然后也希望今天Manfred 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也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觉得我的这个直播对大家有帮助，可以把这个直播 share 出去。我会在每个星期六。这个每个星期六的早上10:31会准时的为大家做直播，也尽量把那些有关于到养生、有关于到燕窝的知识分享给大家。也其实也是有人有 feedback 啦，关于那个直播的时间跟可能会有更改，还不确定，因为也是迁就大家的尽量我尽量是做到。可以满足大家了，但是你要满足180的人，我是觉得不大可能的啦。我是尽量是迁就大家咯。OK，所以我也是很谢谢大家今天的支持。那我再看看线上还有谁燕窝蛋挞，对呀，球味头什么意思啊？哎呀，我不明白。哇，原先要吃嘞。OK，
OK，再一次很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就这样，我们在下个星期六同样的时间10:31，我们再见。OK，好，就大家再见，谢谢，拜拜。